你还飞哟，我是千颂伊。兔木金星，兔木金星，我要开始减肥了哦。千颂伊呀，我的秘密你知道太多了，这是。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弄死你。事情变大了。我是苏敏，我是不让千颂伊受到伤害的。李宰京，你跟谁俩呢？不是啊，你还以为我是第一部那千颂伊呢？一点你抽冷抽冷，下头一激灵一激灵的。不是，你看你是鸡啥？一天一天，我告诉你啊，离我远点，别在那边瞎转悠啊你！不是你鸡啥玩意儿？我刚才我是天天事情变大了。千颂伊，喝杯水吧。不渴。我砸死你！哎！我是苏敏，我是不让千颂伊受到伤害。你妈呀！你离我远点儿，别烧了我！离我远点儿！活该你就琢磨啊，琢磨！哎呀！哎呀！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站起来？不是你给他拿去了，我就像爷们儿站起来。赶紧的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妈！一天天的。哎妈，千颂伊啊！干啥？我才发现，你真是个女汉子啊！哎呦，你说呀，那啥玩意儿，有水吧，嗓子冒烟了。哎，哎，来，哎呀，我给你水。咋的？你老娘们真狠呢！咋的了？说啥呀你？李宰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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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宰京！啊！行啊！不是，我干啥来了？我哪知道你干啥来了？千颂伊，我是来杀你来了。你知道我的秘密知道太多了，知道不？我跟你废那话干啥呀？受死吧！住手！李宰京。妈呀，小嘟嘟，不是你干啥来了你啊？我是不让千颂伊受到伤害。小嘟嘟，你起来，咋的？哎呀，哎呀妈呀！没事没事，我用我的超能力把你的针关到他身上。哈！怎么样，感觉好点了？杜敏俊熙啊，杜敏俊熙谁？我是千颂伊哦。谁？人家是千颂伊哦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哦，人家是千颂伊哦。哎呀妈呀！这事儿变大了。